那海怪钩刺上有账目，毒素怕是已随血液侵入五脏，岛上有没有性味苦寒的草药？我不要紧，需要草吗？朋友有难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谢国上仙相救，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关心他？林娘，有些话想跟你说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到底信该怎么写啊？林娘离开了，是你养父唯一的传人吗？他本来还有个儿子，当时也跟他们一起追海元明。只要能证明父母的清白，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站在你面前了。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，能相爱，是因为他才是我在这里的。忘了离岸多远，多危险都看不见。如果还抓住我，快把门锁起来，别过我了。不行，要跑一起跑。来接到我身边来，以后我怕林海会注意，就来查案。不行，听话，他们好歹我信号你就跳开跑，发生什么都别回头看。我叫静轩。